看球，哎，单挑菲利比萨斯，手动作，科比转身抛投，有了，这个中锋的跳起来，做了蹬高，压上，有，还是，哦，盖个多子就是科比上给，对，我也建议防守大脚还是要适时的切入啊，所以切入，不要只在外面倒，对，科比搞不到切了，他们想要切啊，对，他们想要18号的Frank已经6号的科比回来。 科比在右边拿球，外线自己出手，哦，叫科比，大家都记得这个防守真的是忽略了，蒙走。对，你看，我在看蒙走的这个控球的能力非常好，他自己可以墙壁第一个篮筐，哦，就在打，对，因为有篮板，没有篮板哦。哇，这个已经进来了，不到的影响，因为他一分半的时候五犯了，哇，这球被抄走了，科比超灌篮。 手都是球，对，球是从这个导球快速送到内线去，不错，速度还蛮快，左晃右晃，周琦，抓，当时我科比拿到球往领先背后运球，重心稍微到了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了，科比自己在中间跨步收球，切入换成左手上篮，24比43，所以我突然想到，如果华南大学三分线的。 命中率可以那么好的话，应该可以有这个，非常好。突然一对一又出来了，外围三分，距离外中有，区对，防御三一的区域点，对，突然打起来，赵东没，哇，哇，再次科比的飞身，一个动作，就赶快防守篮板，把它抢好来。 科比跟有多次的两次至少，非常漂亮的，再多练一样。对，科比发布外线出手，打一点的反勾的金融权的得分。哇！他这样给转球回来，这边科比再来一次第三球，二轮灌篮得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科比的灌篮，哇！一个车轮的味道，车轮，然后换到另外一边哈，双手暴扣。